大家好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午饭啊，午餐。这个是水煮鱼，最上边那个小葱花是阳台自己种的水煮鱼。这个是豌豆牛肉粒儿啊，豌豆牛肉粒儿。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小点心，自己做的，这个叫开口笑。餐后吃点大樱桃，这个是今天的主食。鸡蛋西葫芦饼，这个有点面粉，然后呢放点鸡蛋，再把这个西葫芦擦成丝儿，在一块儿一吃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喝点什么呢？喝点番茄汁儿啊，这个番茄汁儿是纯的番茄汁儿啊，里面没有糖分啊。好，看看多棒，水煮鱼是吧？就这色泽，多么的令人垂涎欲滴呀！这开口笑啊，开口笑，这个北方啊，北京这个小吃不叫小吃啊，叫点心啊。小时候就经常吃。对，小时候常吃的这大樱桃，是吧？过去我在北京还批发过樱桃，美国加州的、南美洲智利的啊。看这个是吧？这色泽搭配的多好，牛肉粒儿啊和这豌豆一搭配。咱们这么一吃啊，老百姓的日子啊，好了，祝大家心情好，身体好，谢谢大家。